我们是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，共同做一件事情，而且真的做到上人说的和和互写，那么长的时间，非常的勇敢，非常的有勇气，不计较，不抱怨，把一件事情做好。我们今天聚在这里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莫忘这一刻，但是我们希望病毒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医护以及志工互道感恩，还留下了任务成功的大合照。在场地的复旧过程也展现出团队精神，静思堂未来也将继续发挥接引会众的功能。在高雄内门的山区，一位新住民